于此经，一切种，一切时，开除方便，一切息断。大会，如来应供等正觉，上摩所食，况食鱼肉，亦不教人，以大悲前行故，是一切众生犹如一子，是故不听令食子肉。尔时世尊欲众宣此意，而说偈言：曾昔为亲属彼会不净杂不净所生长闻气息恐怖，一切肉与葱及猪酒蒜等种种放逸酒修行常远离，亦常离麻油及猪穿孔床以彼猪细虫于中极恐怖，饮食生放逸放逸生猪觉从觉生贪欲是故不应食，由食生贪欲贪令心迷醉迷醉常爱欲生死不解脱，为利杀众生以财往猪肉二俱是恶业死堕教呼吁，若无教想求则无三净肉彼非无因有事故不应食，彼诸修行者由是悉离远十方佛世尊一切咸喝则辗转更相识死堕虎狼类臭秽可厌恶所生常愚痴多生旃陀罗列尸檀婆种或生陀夷尼及猪肉食性罗沙猫狸等便于是终身复相与大云央觉力摩罗即此人家经我昔至断肉诸佛及菩萨声闻所喝则时已无惭愧生生常痴明先说见闻已已断一切肉妄想不觉之故生食肉处如彼贪欲过障碍甚解脱酒肉葱酒蒜悉未甚道障未来世众生鱼肉鱼吃说言此竟无罪佛听我等时时如服药想亦如食子肉知足生厌离修行行起时安住慈心者我说常厌离虎狼猪恶兽很可同游只若食猪血肉众生悉恐怖是故修行者慈心不食肉食肉无慈悲永被证解脱即为圣表相是故不应食的生犯至种及诸修行处智慧富贵家私由不食肉人家阿拔多罗宝经卷第四